本心本性亦本心，全如全道是全心，脑中尽思做万贯，将阿文武冠冕天。哼，素还金，是素还金，素还金哦。将素母评剑可好？武林名人素还金的林论剑海，为今日之会惊喜不小，欢庆相啊，当然欢迎啊！剑师，请上剑铺。此上个剑，直中中色，幽静绵延，交与交之间串联，精妙无双。以对焦者，亦不知不觉被上个剑招融合，进而发烧激风剑意。上者必待之敬不扬，我者万事之护功也。上个剑招剑合上之敬不，我之英功，以自然之道入剑。其实你久仰天骨，又隐曲东宫之妙，应该并得呀。哦，我们心生孤寂呀，久仰天骨大卡不公，虽非难学之剑谱，但实则却是精进为艰的武学。强调武者该顺时渐进，不可躁进。练功生练心，便是久仰天骨所谓传达出来剑道精神。洪才何先生虽武勇入剑，便可尽九勇之功，甚至能破解九勇天国剑招，其实便已失了剑心。又有武勇之招入剑，终因失去生性不息之道，而自身剑法不全，为者更可能走入偏道，而走火入魔。何先生落了一手武勇之招，及运功之势，已上及惊险，用心者，请何先生闭气一息，便可感丹中血，温温有一股痛觉唤醒。中国剑法又是一部顺手渐进的武功，唯有识得上下路，方闻上上香。唯有建立足下功，功地越之高，其实剑道之天，那是懂得自省之心，定格不忘足地之心，真为剑道，才是踏心。哈，真是使人十分受益的一套见解，让人在识剑之余，正识剑之精度。但不知素贤人，如何在对剑变处？那本特别的关键不执行剑谱，最好评论。朱焕金啊，等我，等我！至少我看你的交情，你嘛应该收三万金呢。怎样不出声就离开？等我。